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？政府统计1062人，实际呢？ 套黄呀！你要吃的嘞，出门训吃嘞，就叫套黄。知道为啥套黄吗？就因为你们是异教徒。我看到了狗吃人 The Lord knows what's happening here. 1942年冬至1944年春，因为一场旱灾，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。